明天中午12点，丽人广场朝阳区。咱那同行和他手上的客户还没有见过面，所以他们会在那儿先碰个头认脸。人来了。好，你在哪儿？我们要先偷走客户的手机，装扮成客户。我这哟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12点钟方向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上。你在哪儿呢？喂，到了吗？你人呢？现在我怎么说你怎么做啊？举起手比划一下。嘉哥，嘉哥，举手。蹲下。两下手。这个电话号码我不会再用，别想着找我。等我联系你。喂。喂。爸。我让叔叔去解决申大鹏，你怎么动手了？既然刘冰造谣我串通内鬼，我就必须亲手解决孙大鹏，不然怎么能堵住刘冰的嘴啊？好，这样也好。所以根本就没有跟虎哥交易这回事儿，对吗？就我手上的货，得想其他的办法。之前让你来哄我，我是真的想嘱咐你些什么教诲。你跟孙大鹏走得近，用你放假消息给他，引他上钩，他最没戒心了。你怕走漏消息，才不告诉我。但我毕竟是你儿子，没必要。连我也防着吧。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舅父接走的货，我帮你拿回来。